外弹簧床防护网竟然用拳头轻轻一锤，网上的结冰马上皲裂，裂出密密麻麻的蜘蛛网状。 Jeez, that is pretty crazy. 再来看看这段影片。铁锤一敲栏杆，一层厚厚的冰就碎裂。美国南部从一号开始又迎来一波致命性冬季风暴，首当其冲的就是德州。处处遭到冰封，民众玩得不亦乐乎。甚至有缩时影片拍到一棵树不敌厚重冰雪，从晚上开始慢慢被压垮，直接拦腰折断。And so. 有民众在接受CNN采访时，也听到一旁的树木被冰压垮。另外，美国东北部和新英格兰地区也准备迎接一场史诗级北极风暴。Falling as far as minus 50 degrees or more, according to a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forecast. Further south, this will be some of the coldest air of the past 5 years. I'll say places like Boston and New York City. 但春天何时才会来呢？ 美国知名土拨鼠菲尔进行预测，它爬出洞穴，看到自己的影子后又躲回巢穴。原来美国人相信土拨鼠只要没有看到影子离开巢穴活动的话，就说明春天已经到来。菲尔的行动也代表冬天还未结束。除了土拨鼠佛州的海螺也可以当气象学家，海螺破壳而出又迅速缩回。专家认为海螺和土拨鼠的预测一样，北半球的冬天还要再冷6个礼拜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，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